Absolutely incredible. Okay. Quick!什么情形啊？啊，那我在跟啊。啊，敢是表示讲，这丛树仔有人在保护啊？不是，树林设下结界，目的是要保护树脚物件。我先，看一个，急急急急，破！ 那梗无去啊，是咪表示你化解去啊？嗯，咱即马紧找物件挖看卖，这树脚应该是有带足重要物件，才会适合计界来保护，目的是无啥物方法。哦。哎。 那有做铁架啊？紧来挂出来看卖。 真正是江碧林陈家呢，另外，陈老爷啦、老夫人啦、啊、阿信啊，那个彭彩霞，阿恁陈家的人，迄名哦，无我一个老高的呢。这到底是咩下水啊？但是卡起来啦，伊到底是要创啥？这超人加刀，啊，佮有这呼救，这根本就是一种咒杀吗？ 你即马是安怎？伊希望阮陈家每只拢死绝去哦！你较冷静的啦，咒杀是人祸，啊，毋过自幼天道来定断啦。你到即马还佮活啊好好，敢毋是？你着表示讲恁陈家的祖先有正神因，唔则我都保护你无受到遮尔恶意的咒杀。瑞平啊，啊，这敢真正是一个邪术啦。 知影是啥黑手？哎呦，你先把你的情绪冷静下，好无？啊，无就算讲我有整理出什么线索，你嘛无法度判断啊，对无？紧讲，我要知影真相啊！你刚才应该还阁会记得吼？台这 TK 啊，边啊迄丛樟树是阮爸。 为着要保强恁陈家的风水，专工去买来种，等到天时地利人和，伊才要开坛做法，安尼才有法度圆满来帮助恁陈家保强恁陈家的风水。啊，不过足明显的，这个人嘛捌风水法术，伊才会专工选择像你啊。
关键的请求边啊，而且这么恶毒的纠缠。啊，所以这唔啦，只是一个纠缠作祟人的邪术呢。内底还佫有打符咒的加刀佮铁钉啊，表示这个人的心肝哦，足恶毒的。伊除了要爱当老爷的命，化当家的灾祸，都等于是爱当家家破人亡，落家散体。啊，就算讲当家的子孙佫活咧，嘛等于是活咧地甲同款，逐天心肝拢青白病，永远拢无好好的。一世人，没有一天是清醒的。我的人生啊，永远拢无法度真正把我的心安定落来。无几步，就是有这纠缠来。可到底是谁让阮当家有不共戴天的冤仇？啊，或者你要当个救赎？就是啊，啊！而且搁专工选地哦，性枪杀还真会真手巧呢。我原来感觉敢那是安尼，挑工要来挑战性枪杀啊。其实会晓甲酒法带伫个枪手脚边啊，这是足专业的。因为枪手伊个生命力足强的，真适合培养气场。当然也包括邪气，对方真清楚阮爸的目的，所以才会专工选择将手卡下这手残。除了要让当家帮派以外，嘛有挑战阮爸的意思。敢会是江道行啊？你甲恁爸离开以后吼，陈老爷一直感觉讲吼家运唔是真好啦，所以有找江道生哦来看风水啊。我叫阮爸讲啦，迄个时阵江道生哦，常常咧恁爸穿迄双真旧脚吼，伫遐咧行来行去啊。安尼听起来，应该是江道生。迄当阵啊有这個能力，会当武将有诶无诶，除了朱兴琼以外，就只有江道生。我想袂到，伊是安怎对阮陈家有这么深的怨恨啊！恁感觉会记？顶面地党伊捌讲过，过去江道生伊拢利用破坏人的风水来起伊的大运，做足济逆天改运的代志。阮爸看袂落，再招地党甲陈老爷做伙来惩罚伊，破掉伊的道断，将伊造人阴德、改命转运的这邪术拢破解掉。咁咪因为这件代志，所以伊才会偷偷出手对付唐家，不能吃完。一定是安尼，一定是安尼。我会记的，伊当初阮阿爸爸甲我讲过，伊有请江道生来厝里看过。伊讲阮唐家的运道的袂顺，完全拢是因为。朱丽萍，伊斩断阮陈家的龙脉，才害阮祖峰遐地气未通，变作一窟的死水，害原本地运的龙气，转去东平仙云山的小山轮。东平仙云山的小山轮，啊，是阮罗家祖坟的所在啊！所以你才会误会讲，阮爸早就知影，啊，为着要贪这门风水，才偷工要害恁爸哦。换作是你，你敢会安尼联想？啊！你奈无去怀疑讲哦，是迄江道生在遐使人的啊？迄当阵，阮陈家规总共乱吵吵，我哪有可能迄个心思我都静落来，来理清楚这规个真相？安尼无开波，陈老爷事业的崩败是江道生甲罗九参的嘛？啊，甲丽萍当两爿，啊，阮爸出庭作证就无关系啊？哎。真啊！啊，这四十多年来，你拢冤枉阮呢？
爸，我终生找到害咱董家几个帮派真正的凶手啊！我终生知影，当初你事业的失败，你又反而把你起诉，完全不是因为你小贪别人的财产，拢是因为江道成伊恶毒的纠缠才造成的。结果这几十年来，我用心计较，要替你替咱陈家复仇，我根本就摸唔着方向。我的好惨，就是一个戆人啊！我做一大堆白了讲的代志，我陈良成这一世人，我真正变作是一个笑话。秋伟，行啊，行啊，快点去，行啊。莫是自吹又自，莫是自吹伊明。人生咱来甲伊颠倒并。也咱来甲伊颠倒并，今日看我占山河，总看太平洋。占山河，动心门，我要做阮就第一人，一兵啊！你现在是不是真去我这个不捌路搁要行头去的戆仔，为着要报咱陈家的血海深仇？四十年我忍受所有人的侮辱、骗笑，我拢不要紧，我赌注我的一生。就算我的脚强要残废，我用爬，我嘛要爬上复仇这条路。甚至我斩断我的亲情，我把我的后生送去孤儿院，我让伊变成是我复仇的基地，让伊跟我离心。我将家己变作人看人惊、鬼看会倒行的复仇过去。当我甲罗家因落倒的时阵，我感觉我替陈家复仇，我完成为陈家光荣这个使命。我无空一切，我得意洋洋。竟然我发现，我认不着甲你抬死，害陈家凄惨落魄的人。真真正正的凶手是江道成，早就已经死啊！俺陈家所受的冤屈，我根本就无讨得来，是你背上我的一生。爸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陈家的祖先，我也对不起受我牵连的人。